五百年前，因初化人情，只惜心慌失措，而你却护在他的身边，毫无半分胆怯，仿佛你才是姐姐。如今这是要去何处？以后要去哪儿？怕是要问他了。回话时，就是姐姐为我遮风挡雨，不肯随意评判他人，快向他道歉。小红书。